不是吧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不行，我可以，我不行。啊！哎，晕了，晕了。哎、欸。我失衡了。断了断了断了，再断一下，一下头。刚是有爆头巾吗？我怎么状态都还在？应该是那个猫的宅配吧，还是什么的？再帮我挠一下头吧，谢谢。好。我又飞了。他都快死了，心跳也蛮大声的。好搞啊！嗯，我觉得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我抓看，不知道，我试试看。还好哎、欸，没有，继续。而且有时候平，有时候不平的。八，尾巴在哪？哦，好屌，好粗的尾巴。中我哎、欸！安安，还有一个掉路线、啊。嗯，没有了吧？消失了。Go go go！哇哇！哎、欸，要死了要死了！快快快，我先射麻痹去。哎哎哎哎，他脚放啊！还有有有有，他下面有。哎、欸，我射了两颗了吧？还没有效。红莲暴力，哎、欸，红莲暴力，都是哎、欸，哦，立刻签你。走喽，巨魔喽！嗯，走走走，毅力护士。哎、欸，下几点？四点半。早点去好，早点回来。去哪里？
那个学校。哦。你要先出门是不是？对啊。好啊，拜拜。大概半小时，五点回来。嗯。我先挂着，不能游戏不能挂，我怕之后会卡住。是啊。不像以前一样可以挂那么久。对啊。实在是有点怕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要进谁的？我开好了。好。环境固定环境都对待需要。你固定环境就是你也都不会增不会减的啊。如果你要增加那个荒地的话，你就要打开啊。所以就不能固定。对啊，开喽。努力症毒药鸟，出现在我的头上，有要打他吗？看你啊。打一下好了。有灵脉玉耶。出了就去打了。嗯。毒药还是水药啊？还是出的。不要。钢龙。叫出冰彩龙坐骑。欸对。哦，他落地在这里。大哥，
不是吧？我没动哦。算了啦。我刚刚自己转头的。哦，时候太长了吧？还没哄，中啦！哇，超长！他什么鬼？撞了、欸！太大力了啦！叮，碎片。哇，精彩了！对啊，我就说我刚叫出了不是这环境的生物了。我先凶柴，我都是灌土了。你、欸、那个冰那个什么冻土的地带，还没出、啊，还要过几个月。现在就有冰山狼了。灌土也不是，哎、欸，灌土有啦，那个啊，突袭啊，突袭，对，是突袭龙还不是啊？突袭不是啊？哎、欸，谁？自首？哎呦呀！我才刚下来。对不起，哦、没关系，太碎了。我们就睡了。没事。他应该没那么容易醒吧？没啊，他睡也还没那么快。哎、欸，脖子啊，白木哦。跟头长很像哎、欸，爆炸爆炸！哪里？哦，为什么？你知道？我的冲靠到了。好。不行。他是不是在吃？他直接吃里面的毒哎、欸！我看你的舌头好长。嗯？
为什么？被什么麻、啊？干骑面族在后面啦！不是啊，旁边有麻痹菇了。不是啊，我是被麻痹蛙还没来，他还没有就麻了吼。哦。要把我当新手？对啊。不是。对的。好了，白木。哦，洗面组哦，哦，妈烂爆蛋呢，白卡了，嗯，我是出 bug 啊，他叫声好多哦。叫声？对啊，仿佛有1000多人在叫哎、欸。那我看一下你的台。没了啦，结束了。可恶！刚刚很像在交响乐那种广场，大广场。音乐会那种东西，声音超多的。真的是钢龙吗？是啊，你们觉得这个画面雾雾的？没事啊，钢龙不会打我们、啊。嗯。跟他睡啊。我的。去哪？我的爸，我的爸，钢龙的后灵，脚印吗？很像是钢龙，钢龙的爪痕，好像矿红色的呢。红色的矿哎。
钢龙怎么也上来？他鸟呢？哦。啊，即将离去。水妖鸟，大胸彩龙。你俩钢龙在干嘛？我放。哦。什么钢龙？我钢龙突然哑光了。他挡住那路口了，我过不去。哦，好，框在这里。叮。不是啦，钢龙挡住那个入口啦。我知道啊。啊，好了。巨大光脉守护者，右边吗？右边，制造啊，制造，制造！哎呦，进来了！哎，我看到了，好恐怖哦！哦，啊！你真的守门员呢？真的啊。风都在外面刮、啊，哎，古种，开红不能按地图啊，我跟你说。Whoa.